生是怎么玩王者荣耀的。我不知道谁在打我，反正莫名其妙的我就死了。我不知道该出什么装备，反正有多少钱我就买多少的装备呗。我不知道对面英雄是谁啊，他有什么技能啊，反正我冲上去就是干，干得过就干，大不了干不过死了。跟你说，带牛逼的英雄只要他长得丑，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去玩的。我不要自己一个人一路啊，我好害怕啊，现在我要去哪呀？我现在在哪？啊，要开始打团战了吗？好的，等我等我，我马上就到，我马上就到。啊，嘟嘟嘟嘟嘟，跑到团战的地方一看，啊，你们怎么全都挂了？和你们说让你们等我，你们不等我。以前是为了陪男朋友才去玩的王者荣耀，但是玩着玩着，我发现王者荣耀比男朋友好玩多了。